我就是特别想吃面，但是呢，咱出不去，对吧？各位都知道现在闲着啥情况，那索性自己啊，在家里边做个面算了。刚好我这冰箱里边有一块肉，那咱今儿就做一个陕派家常炸酱面，再配一点酒，炸酱面配酒，太美了。这咱今儿的这个食材哦，辅料，这个炸酱的辅料，香菇、土豆、姜、肉、葱段，还有这个洋葱，想想都好吃。好香，你看，肉炒出香味儿，来，料酒，咱这放料酒，咱家不允许啊，咱尝尝味极天了。他那说的应该是点老醋，咱可没老醋。哎呀，香的，太香了。哎，最关键的东西，非得来点香汁儿。对，来点好。这所有的食材，看见没？锅里倒，先有点儿。最关键就是黄豆酱啊，咱为啥选这个黄豆酱？就是因为这东西得有啊，很关键，新鲜的，没这不行。谁看咱得这么着？哎，好了，真有点我妈做的那味儿啊，母亲的味道。主播，哎呀，这也太棒了！大嘴加上炸酱面啊，下来下面。其实吃这面还是得好红面，好面太棒了，把这水一下啊。给人一锅面，筷子、纸巾面，看咱哥烧啥样，美得很。多讲点，自己屋里边嘛，是吧？在外边吃个炸酱面，哎，就给弄一点点炸酱。那屋里吃，咱屋里吃多弄一点。灵魂来了啊、哦！看见没？油泼辣子，陕西油泼辣子，太棒了！油泼辣子，哎，妹，把咱这面看一下，这盆有点小。咱今儿个这啊，陕西炸酱面配陕西的酒，这酒当年是风靡西安夜市，夜市上呢基本是人手一瓶呀、啊，375，这是个小375啊，直接喝就行了，但是不美观。来各位啊，小酌一点啊。哎呀。这杯酒一下肚再吃面，那才叫个解馋。嗯，就一个字儿，太香了。一杯下肚再来一杯，就看样子不够啊。哎，慢慢喝，慢慢喝，细水长流嘛，是吧？在家里能吃上这碗面，哎呀。无欲无求呀、啊，太香了！我觉得我这臊子可以拿出去卖了，就成本有点高。真的比外头卖的好吃，哎，可惜各位吃不上。西安的炸酱面后味是略带甜味的，鲜甜的味道，我更喜欢吃这个味儿。辣子再来点，辣子太香了。这一盆面不够呀，各位，真不够。我不是老说那句话吗？山珍海味，你不如给我一碗面吃。饿的时候吃面是最爽的。招不住喝这种。也不是啥好酒，但咱就喝着这么舒坦。哎，最后一口，干老，哎呦，意犹未尽，不够吃是咋办？咱想不够吃不够喝，酒也没面，
赶紧睡觉，明天继续。